偶像剧呢都是这种走向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是不是应该谈一场恋爱？谈恋爱就是分泌多巴胺的一种社会形式的表现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做研究有意思吗？我们的实验室快要到期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就把我当成你男朋友，见完我爸妈之后，你实验室的赞助费就到手了。可是我没谈过恋爱。契约情侣，又是对方的初恋，这种剧情吧，它虽然有点老土，但是倒好看啊。这是我学长。学长？雨飞为人单纯善良，对人不设防，可能不太适合你的花花世界。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？我要你做我女朋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，是我专门为我们写的小程序，记录了我们的关系进展，之后我们才能升级为恋爱关系。加油！怎么突然跳得这么快？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？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他了？